我们现在学习怎么说意大利语的月份 mesi 开始。Gennaio 由来自贾努斯，就是代表开端的一个神，它有两张脸。Febbraio 原来代表一个比较特别的时期，Febbraio 就是古罗马人习惯杀生饮酒的一个时期。Marzo 来自马尔斯，就是战神。Aprile 来自 aprire，打开，就是开花这个意思。Maggio 来自玛雅这个女神，她代表春天。Giugno 来自朱诺，就是宙斯的旗子。然后有 Luglio，七月，来自尤利乌斯凯撒，就是古罗马的统帅。还有 Agosto，八月，Agosto 来自奥古斯都，就是古罗马帝国的君主。后面是 Settembre，九月。原来其实这个月不是九月，就是七月，所以现在还说 Settembre，因为原来月份是从3月开始。还有 Ottobre 10月，Novembre 11月，Dicembre 12月。